不开心啊？没有。我昨天就是着急了。如果你还有顾虑的话，我们就先做同事。吴姐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我可都听说了。周总当着全公司人的面给你戴项链，跟你表白。不是这样的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嗯。他以为宋博是我前男友。嗯，这就对了呀，这说明周总是对你动了心思的呀。我现在也搞不清楚。我觉得我对他可能也许动了心，但是吧，我也不想放弃我自己的原则呀。不想放弃自己的原则的话，哎，那这事儿其实好办呀，你跟他试试喽。如果他要是能让你开心的话，你俩就往前走；他要是让你下头，咱就不跟他玩了呗。得先试过才知道自己想不想要啊。考虑一下。我再想想。